纠结今天到底应该穿什么，哎，穿超短裙会不会被他说太可爱，就这样算了，哦，我会不习惯，再等等看他会不会对我依赖。今天的方向怎么变得有点奇怪，我去甜品店等你好久你都没来，被我贴满墙上写的你怎么不在，怎么我就开始对你爱爱爱，其实我只是